中原明珠平顶山市又称英城，文化底蕴深厚，历史悠久，人才辈出，物产丰富，旅游资源也特别多。到平顶山市出差旅游，不要忘了尝尝平顶山市当地的特色美食小吃哦。如果你没有来过，不妨听我唱给您听。长云城名菜，美食小吃最嗨，特色美味映入脑海，模糊让人期待，武冈人的最爱，鲜豆腐脑喝着不赖。热豆腐切块，香气扑面而来，蓝豆腐加生椰菜，三郎牛牛肉，深蓝锅配菜，可乐面也热热起来，羊肉炒排，烧饼摆开，浓浓香气都扑面而来，夜宵烩面胃口大开，走南闯北都能一碗快。七麦跟烧鸡，羊肉不分开开，烧鸡面柠檬十两杯，江面跳舞快，桌椅摆成一排，街头小吃也端上来，吃一口舒服让人难以忘怀，自古以来流传不衰，落山水洗八碗八菜，绿溪明月色香味俱在，红心鸭蛋蛋黄裙摆，天生放羊都天然无害，韭菜盒子肉末蒸菜，半饺子端上了中央台，名城味道小吃名菜，欢迎南北天下客到来，羊肉冲汤八碗八菜，浓浓香气都扑面而来，路上学习胃口打开，一袭明颜色香味俱在，红心鸭蛋肉末蒸菜，管家子端上了中央台，品尝味道小吃名菜，欢迎南北天下客到来，迎春福乐欢迎您到来，把美食都吃一遍，吊了猴肉和兔肉都炖得香烂，卤了蒸焖烤烩面让你随便选，吃饱带你去城花湾。